成绩没出来的时候，全家人都特别紧张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我还特意到楼下药店买了一瓶那个速效救心丸，因为他妈妈身体不太好。孩子他估分大概其实在680多分，然后就是当时那个心情也比较紧张，所以说呢，我就把那个屏幕先盖了一下。我是担心假如说要没到那个680，孩子会比较失望。结果我一看跟他预估那个分数也差不多，所以说当时全家都特别高兴。当然孩子他表现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，是因为他那个历史那分数没有达到他正常那个发挥的那个时间。